你自己说，你在大热天需要人帮忙种菜的时候，你看那些朋友在做什么呢？我明明知道你会生气，还是躺在草地上晒太阳。你们在晒太阳，各位亲爱的观众，请你们评评理。他们在晒太阳，哦，真丢脸！把他们绑起来，把他们关起来。通通做成烤肉菜吃掉，烤肉菜，妈妈，对，哎呦，开玩笑的啦，小心，啪啪，卡啦，断了，救命啊，卡啦，哦，我的宝贝儿子，舞台要倒了，大家帮帮忙吧，所以你是袁丹青，我来帮忙，啪啪啪，完蛋了，完了。哦，哇哇哇！哎呀，那没事哎，太好了，太精彩了，再一次，不可思议！咔咔咔咔，再一次，可是等一下，我们还没演完呢，好吧，我们重新来过。其实我一点的也不想分给你，不过既然我们是朋友，那就一起享用这条意大利面吧。真好吃，再看口，太精彩了！